利梅拉简介，可持续发展与更高品质的生活。企业家，这座城市是您投资的完美之选。利梅拉气候宜人，地理位置十分险要，各类经济活动落户于此，更有卓越的生产链整合优势。本市及其经济重要性是企业运营的基石，影响力不仅限于本市区，还遍及整个国家，落户的行业涉及多个部门领域。玻利维亚、巴西的天然气管道穿过本市，吸引了大量公司入驻，它在农业部门也非常活跃，涉足橙子生产、农产品、观赏植物、柑橘和果树。投资教育领域在利梅拉享有盛誉，该市现有10所高等院校、82所市立学校，汇集100%适龄儿童，30所州立学校和28所私立学校。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在利梅拉有2个校区，均提供有免费课程。该教育机构为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提供培训机会，本科课程和硕士、博士层次的研究生课程，开设有各种专业课程和进修课程。圣保罗虚拟大学也在利梅拉建立了一个中心，提供免费的远程学习课程。利梅拉是公认的志愿者服务之都，在鼓励和参与第三方投资方面非常活跃，社区整合度较高。作为本市工作日历的一部分，我们将举办多场商品交易会和展览，展示和宣传当地产品。市政管理部门还通过全球创业月为企业家提供支持，市社会事业促进中心建立了社会保护网络，发力专业化培训，促进向服务部门提供合格的劳动力，制定有社会援助政策，并为集中回收和合作设置类的行动提供支持。企业家入驻利梅拉享有一系列优势，开办的新企业有市政税收激励法赋予的优惠，现有企业也享受专门的激励措施。市政设有与时俱进的发展秘书处，是公共部门办公室及适当的下属机构，该办公室成员由秘书处代表组成，他们参与公司的开办过程，为有兴趣投资本市的用户提供指导。除了受惠于本国的多条公路干道外，利梅拉还靠近圣保罗州内最重要的一些城市，这些城市完善并促进着商业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发展。本市还拥有铁路网络，靠近多个主要机场，尤其是坎皮纳斯国际机场，这是本国最大的货运站之一。为了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，一个配备现代化设施的新机场即将通过公司合伙的方式最终敲定，这将为企业的物流带来更大的灵活性。重要商业团体对利梅拉市的兴趣显而易见，在本市运营的食品行业龙头公司正源源不断地投资，以实现其工业装置的现代化。这里的主要行业还有汽车、造纸、包装和工业自动化。通信部门由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电视直放站、广播电台、当地报纸、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组成，具备优越的结构。此外，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部门由多家大企业提供服务，接通全国各地。利梅拉拥有满足所有人需求的基础设施， BRK 特许经营商提供的处理水在本市的覆盖率达100%，污水收集和处理汇集本市100%的人口，电力由 Electra 公司提供。利梅拉拥有现代化的医院，建成有服务全体市民的公共医疗服务网络。在公共安全方面，本市继续投资于警察系统的现代化和培训，本市设立有安全理事会和综合管理办公室，
还有监控中心设在重要位置的摄像头，对于希望前来游览或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休闲去处。这里有多个酒店和服务俱乐部可供选择，还有各种类型的餐厅、酒吧和景点。的契约奴役制度，利梅拉是欧洲移民的摇篮，这里提供了很好的历史研究机会。而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农场也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来源。本市荣获游客向往之市和国家镀金首饰之都的称号，这些殊荣刺激了商务旅游之类的各项活动。利梅拉跟中国文化已经打下良好的关系，并已有中国企业家在这个城市进行商业活动。在此城市的巴中协会非常活跃，并为中企和此市政公共权力和一般百姓建立了关键联系。这些重要联系使中企和此城市的机构关系更接近。优越的地理位置、完善的基础设施、专业的劳动力、安全的环境、品质生活、热情的市民和开办公司所需的一切条件，统统都在利梅拉等着您。我们随时准备效劳，为您准备圣保罗州内最好的条件，并接待您的企业。利梅拉市政厅，一起携手，共创美好城市。